这时候去问候他，好像他应该也不会回答，所以就让他自己去处理这件事。关系这样子，因为就是朋友陪病者，陪病啊，陪病，所以他不是家人，就是朋友。他身体状况还好吗？因为又要忙排练。还好，就是观察中，放心，那个小布的部分不会隆起。还是会邀请很便宜的房子租金租给他，这样。对对对，没错。那这段时间有去详细关心他的近况吗？就都没有。嗯，应该怎么讲？这时候去问候他，好像他应该也不会回答，所以就让他自己去处理这些事。Me Too 这个事件呢、啊，就是你说什么，那我就说 Me Too 这样。这个我们很难回答，这太难回答了。反正现在不是，但这个事情就也跟这个戏没有什么太大关系啦。当然，这个因为真的不是当事人啊，那他们要去面对他们自己应该面对的事。